来，丢过来。不领了，不领了哦。拿来，哎，烫烫哦，小心哦，拜拜哦。拜拜。红茶啊，啊你手啊无牙香，啊嘴细细念是咧念啥？我咧求吼，伊拢是阮甲咱保庇，咱咧吹吹口啊吼，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，啊大家平平安安啦。先生，啊你做啥？哦，我咧想讲吼，迄大家吼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迄吼，你会求啊，所以我求别项个呢。你求啥？啊，月下个汤姆店明仔载要开幕啊，我求讲吼，伊个汤姆店吼。生意真好，会大赚钱。我拄只伫楼下吼，拄到恁粗皮阿叔啦，人因规口罩透早就来求过啊啦。安尼哦，天婆。兄爸，啊，你求啥？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啊。哇，你求迄应拢是总统来求，唔才对。总统唔是同款人做诶。唔得你哦。来，用手拜拜吼。来，用手拜拜。母啊，托古伯在这呢，托古伯啊，伯啊，啊那一个人出来散步啦，啊都无聊啊，出来行行绕绕的，啊，先生，啊恁也走来这？哦，啊我拄才来田里咧做事啦，啊含阮爸甲母啊来拜拜啦，阮爸即马咧开讲呢，你也无聊吼，做来讲啦，啊行啦，来，先生啊，你讲啥啦？无啦。阿伯讲伊无聊啊，我想讲你咧开讲，啊做伙讲较袂无聊啊。啊，不过你敢袂记哩啊？咱稍等下，搁再七包过来交浪费啊。无啦，爸，咱的地我都还袂挂，哪有七包啦？你，有村呢？我是倒会得势你啊，无你是安那看到我都要死嘛？无啦，哪有啦？啊，无安尼啦，过去吼，来我厝内泡茶啦。那这句就小可会听啊！啊不，先生，迄行李才互你收啦。啊，我先带恁托古伯啊，啊，甲恁老母转来去吼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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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，行，行，行。孙啊，喂，阿姊嘛较紧嘞。哦，得行。来哦，吴大，去看麦，看这跑啥快。好好好。啊，算了，这地也歹，啊，汤头有够，阿温骨在。啊，这包哦，就是我顶工哦去南投伫个清北坑遐哦，家遐栽林汤场的啦。啊，你步兵拢伫初尾啊，拢食遐好茶咧，啊，我惊讲你食这唔知下味咧。同款啦嘛是茶，啊，咱出到这个初尾啊，当你也早结交碰风啊啦。一斤茶两千四，已经干那要搁加一啊零，讲啊都两万四啦，笑干你！哎呦，讲啊这个粗鬼啊，迄个性是较风神啦，我看哦，伊这款个性，这世人袂改啊啦。哎，啊你拄只毋是骗先生伫房间边要困，啊那无困啊？啊，拄只就话讲爱困，我毋知泡一罐牛奶好食，这牛奶食食吼。可能听到恁在外口咧开讲，一定讲要找爷爷爷爷啦。哪爷爷在家？哟，你要找爷爷哦？啊，你拢不爱睡觉哦？啊，无猜恁阿妈在甲你骗，搁骗袂过，你甲阿妈闹开哦，吼。哈哈哈！你那是阿在听古锥哦，愈看愈可爱咧。你那是生得古锥古锥的啦，啊，不过有时哦，我那真皮了。啊，像顶工啦，啊，我两老的啦。要去个台中甲南投迄边遐啦，哇！伊硬要对啦，啊去遐吼，可能是住喺饭店哦，啊拄换喺房间哦，啊换喺门床，啊都困袂去啦，啊即要等下就共款啦，还佫困袂去啦。我讲这孙哦，当时啊吼，咱若甲娶来身躯边，感觉讲安尼垫脚半手啦。啊有时啊吼，若家己一个吼去海钓场哦，啊甲坐喺办公室遐，有当时啊佫想到这个，吼，我嘛真受伊咧。有影，我嘛安尼。啊！我真来嘛想着阮孙啊，想到安尼心肝活杂的哦。不过你啥？啊，恁后生新妇不是拢在美国？我看你若想要看孙哦，困难啊、哦。什么的困难？哎，即摆坐飞机哦，差二十痛点钟哦，就通去美国来回啊啦。啊，人迄托孤啊大吼，若是要去看因孙哦，飞机噗一下，点样就到位。对啦，对啦。啊，进前你不是讲要搬去美国？啊，你若搬去吼，就会逐天看到恁孙啦，啊嘛会当互相一个照顾啊。有啦有啦，啊，不过我想讲吼，去美国个呀，当啊做伙啊，这话也未通啊。
啊，吃的物件又搁袂惯势，我安愈想愈新哦，嘛无啥爱去啊。唐阿丽莎，你讲安尼有理呢？我顶几工啊吼，看到迄新闻伫咧报啦，讲真侪迄演艺人员哦，拢移民啦，去迄美国，迄什么加拿大啦，啊什么加州啦，讲哦足无聊的啦。我第一想吼，还是咱这庄家所在较好啦，较有人情味啊。我若想要找一个人泡茶啦，还是开讲哦，凊彩嘛有。哎，有影，有影。你咧讲这，我才收到。讲有一个老牌演员哦，做赵芳啦，讲原来移民去伫迄边啦。啊，讲一阵仔讲想拢唱猫要拍麻将啦，啊，要找朋友拍麻将，讲着搁开车开十外点钟啦。啊，去到是拍麻将，拍两枪尔，就去用车叫啦，啊，着搁开车倒转来，你啊看偌麻烦咧。真无聊啦！你是讲好佳哉啊？我伫咧台湾啊，也有你甲初会啊，甲我做官，甲我开讲啊。也若无哦，我嘛甲伊同款，安尼真无聊。无要紧啦，你着在初会安遮尔吼。你不管是用人感觉无聊啊，是想要找我开讲，要找我泡茶，做你来，我一定等你的。话安尼讲是无唔对啦，但我的工作遐尼济啦，乃至远啦、海钓场啦，啊，播音甲是来敢那干落咧啊，那真来要找你泡茶嘛，找无人啊。我紧啊，你做先卡一通啊电话互我，啊，我吼时间拢弄起来，专工等厝等你来。感恩啦，感恩啦，听你安尼讲，我就足满意啊。啊，无爱阁叫下你啦，我来坐下休困哈。好好。拜拜，再见。嗯，再见。真的。出来啊！我童安丽上哦，敢那有心孙嘞？侬嘛厉害，参一个孙啊，骗也袂困啦。啊，你就是骨甲抱倒出来，伊就是看到咱孙，才想起到因孙啦。啊，我来知影，今仔轩轩这歹骗啦。啊，无你靠我骗，何你骗？喂，拜托个吼，你敢捌看人查甫人要带囡仔？啊，大姐，你常常在讲啊。讲这带囡仔吼，唔是阮查某人的专利啦，啊嘛唔是我这做奶奶的专利啦，你做爷爷嘛是要带带孙啊。我咧。萱萱，对不对？对。喂。今仔日去李荣新公庙拜拜，拜了够爽快。云弟啊，今仔日去拜拜哦，新公讲咱会大赚钱咧，啊哪会惊未？美容院都还未开幕咧。就咧想遐，啊！你做代志本来就有信心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去新军遐跋杯，我问讲哦，啊！咱美容院是不是会赚钱啊？搏一个新军，我第二摆我问伊讲哦，啊！咱美容院是不是会赚足多足多钱的？啊！搬落去怎？笑杯，是安怎笑杯？你知影无？迄个新军哦，哪笑出来哪算钱啦？啊！第三摆甲搬落去哦，搏一个新杯啦。代表啥？你知无？代表讲，伊钱算好啊，咱已经赚到侪钱啊啦，安那有爽无？阿爸，上辈对咱来讲是一种鼓励。做生意哦，上重要是爱认真，用上诚恳、上亲切的态度去经营，让每一个人皆拢满意，安尼生意毋才做会久长。安尼讲对啦，啊，毋过一个重点你无讲着，是啥？就是这个美容院董事长本人我的实力吗？欸水果大王嘞，阿是啊嘞，我咧地方嘛是有头有面的人，所有乡亲也知讲我开这美容院哦，一定全部拢走来捧场嘞。安尼敢无啥搞嘞？明仔载明仔载去叫只凤山车，屏东关市规去大凤山，凤山够大哦，凡正有人会包起游览车归来敢捧场哦。啊，若捧场落哦，后个月你再开第二间连锁店嘞。对啊，曹美女仔，对对对对，曹美女仔，啊，恁在美容院边啊哦，爱搁开一间啊休息站啦，通好休人请好休困啦。曹美女仔，祝你美容院大赚钱，接客接袂利哦。哎，什么接客嘞？我这是国际美容美发连锁店呢，你若做我应招站，你接客你是咧？啊，我讲唔对，搁顶讲啦吼。免啦，你开嘴无好话嘞。今日是猪哥弟的哦，猪哥就使用四句人来甲我祝福，安尼唔只有识拍。胖爷，无你甲阮爸开讲，我先入来。好啦。臭爷你怎？我嘛晓讲四句人哦，你若唔相信，我讲你听。开美容院是上安稳，趁钱大家是笑稳稳，互相合作来开垦。
袂输乌落金骨，强强骨。水哦，哎，猪骨功夫你嘛头乌着淡薄啊哦。哎，我听碰碰讲哦，讲你啥物？你要另外细厝哟？到时喏，咱就住好，咱要另外细厝啊。啊，都阮碰面咧讲哦，伊若住伫遐哦，啊，咱就定来去想着猪骨的啦，啊会见见相情。啊，我看伊安尼生哦，我嘛足艰苦的啊。我们讲啊，无咱就莫住遐，啊，咱搬离开遐来外口租厝。安尼哦。嗯。你是要租咧倒咧？啊，我。我进前去遐贩水遐哦，过一两间也未卖出去啦，无贵安尼。恁旁边遐大，我厝细哦，算你较俗个啦。啊，厝边尼长，啊你毋是甲我讲叫我穿水水，单领薪水，啊你可是阮村民个客伯安尼？啊你嘛讲过啊，要甲阮村民哦栽培到读大学，啊搁要出国去留美，啊后尾读博士转来，啊这么滴厝租尔，你也咧甲我计较，安尼是够有意思哟。借问一下哦。聪明哪会教育费，甲你这厝租有啥关系啊？你俩阵我是咧开救济院，还是厨具功德会用啊？好啦好啦，你若要算就算啦。啊，我会烧香啊，甲阮猪哥讲啦，叫伊去甲你瞧啦。妈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厝租免啦。我咧讲哦，水电咧甲要纳下。会啦，这我会纳啦。啊是讲，什么意思？啊是毋是会当甲我装一支电话哈？我归去哦，买一支行动电话给你，你敢要怎管？哎、欸，好哦，我要爱迄个上新型的，有迄个彩色的屏幕迄啊，啊，足水的迄个，好。你去得较等啦，书包。嗯，什么呀？哟，爷爷，这同同我呀，啊，是你哦。同我你会吃？嘿啦，啊你刚走了后，啊我想讲，永远都无法度搁看到你啊。你是讲什么笑话啊？永远无得看龙表演，你尔注意是安怎样啊？哎，表演啊，坐啦，你拢起。坐啦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讲哦，唔知吼，还佫等咱当时才我都看到恁表兄啦。同学啊，我是去外埔头找朋友开讲尔，哪会讲袂转来？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即马要转来住厝边你上家哦？我若转来水底了，我拢嘛住伫厝边阿家啊。真实了。哎，安尼我即马去来去红云市哦，啊来去买一寡菜，啊煮一寡料理，啊来请你哦，我来去。哎，碰，无啦你啊，娘娘，那照这情形看来哦，你的人生马上要变彩色啊！孙家公，阿公，老师说抽烟对身体不好诶，你不要抽烟好不好？我当时甲应好哩。我即摆若食烟，那个对孙无老实啦。哎，卖食。哎，我个乖孙是足古锥诶。外孙呢？阿公想你呢。你有想阿公无？住伙，快快乐乐生活，唔知
实在要外好。哎，阿丽算咯，我阿爸啦。我知啦。丽算啦，啊对啦，伫困未？你叫伊听电话好无？伫困啊啦，啊你敢毋知影日时上班真无闲真忝？啊，即暗嘛我都还甲乌起来接你的电话，啊你做老爸哪会晓体谅恁囝者哈？丽算啦，听恁来讲安尼啦，啊我是关心伊啊，问找咱兄。你说啦，啊，我的乖孙呢？啊，敢在困啊？你叫伊来听一下好无？哦，我真久无听伊叫我阿公啊呢。阿爸，你嘛较拜托个，你家己无爱困，你嘛莫安尼敲电话来共吵无？啊，即嘛是几点啊？囡仔明仔载爱上课嘞。哎，你说啦，你说。对，得困啊！大厅门内无关。不好意思啊，哎，你坐到就出来啊？哎啦，啊得困啊是哦。啊袂啦，甲因孙在耍啦。啊，无你遐济，我来甲叫吼。我出来啊！我出来，迄头管理长要找你啊。哎，啊，古大爱啊，啊困袂起，搁来找我开讲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哎。安尼规天哦，过去喝一罐啊滚水，看我来泡茶啊。免啦免啦，啊，今下昼咱去泡茶，啉一巴肚啦，你还搁泡？免啦。有阵啊，有淡薄仔代志要甲你参详啦。哦，啊是有啥物代志哦？红茶啊，我先生甲等伫温床遐吼，啊你买甲看觅咧，无小等下若去连带。哦，好啦，我来甲看。你是有甚物代志，我要阮查某人知影哟。来啦，下晡踮只甲你讲讲的啊，等伊坐回来休困了吼。我家己找人安尼一直想啊，愈想愈无妥当啊。我若是去美国吼，一定会比伫咧台湾较孤单。哦，安尼我知影，你的意思就是讲，你要专心住在台湾。啊，住伫粗皮啊，遐住遐久哦，会歹势。无要紧，这个代志我出面哦，替你来甲粗皮啊讲。拢踮咧粗皮啊，甲执做哦，安尼无啊，歹势啦。我也想讲哦，要来租一间啊厝啦。哦，要租一间啊厝嘛真简单啊。啊，进前粗皮啊，都伫我海钓场边啊起真济饭厝啦。啊，听讲哦，还佫两三栋卖无出去啊。啊无，我来甲粗皮啊开嘴，叫伊讲一栋啊租你。厝的代志最好解决啦。啊，上水啊，等下你嘛知。虽然讲住喺台湾咱家己的所在啊，不过目睭八金啊，事事行拢拄我用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我想要来找一个头路啊。啊，你唔是讲恁后生伫咧美国，爱事业嘛真发展，爱看做伊常常咧寄所费转来互你，安尼若着安尼，佫食落佫留歹命，佫来找头路。哎呦，钱是最主要的问题啦，上界主要啊，就是我啦，我家一个人伫咧台湾啊。像西港啊，心飞，你行，我一定想。